会各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跟着我在你心里这一段故事呢，到了现在呢，我们看到了他们两家两夫妻啊，都好恩爱好和乐，然后经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跟考验。那么我们就要来听他们的这个亲爱的阿纳达怎么样来形容他们心目中的这两位可爱的师姐。我们首先呢就要听这个，他的知名度很响亮，因为呢这个戏的一开始呢，就是每天都会听到他们家玉馨师姐很大声的喊着林仲龙，仲龙师兄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再来就是一直就是敦厚老实，默默的在做他在工地里面的工作的阿德师兄，许明德师兄您好，主持人好，全国各位观众大家好。这两位师兄真的是很可爱哈，那么个性都很不一样。那么我们刚才阿德师兄，我跟你讲，我们刚才有在笑这个钟龙师兄，他是玉馨师姐的小儿子。对不对？你妈同意哈，他女儿也说，爸爸好像幼儿一样，抱着妈妈哈，不能够没有妈妈，对不对哈？阿德师兄感觉起来就像是一位大哥吧，像不像是满族师姐的大哥？有一点，你像真的，因为你很沉稳，但是对他也无限的包容。然后带着他，这是一位大哥啦，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两位师姐哈，这看球啊哈，你看，真的是这一路走过来哈，好多好多的考验啊！眼前看着他们长大，虽然你是幼儿，啊，不过你看到你这个妈妈的改变应该很大吧？是，大概改变会长大，然后一直在成长，他也一直在成长。对，我觉得他一直在成长，尤其在这个禅理慈济这个团体里面的时候哈，有很多的那个各种项目，从项目里面一直在学习，在学习。对，他跟你以前用赌气来相处的方式很不一样，对不对？对，因为接触到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团体的时候哈，那很多地方都往对的方向来走。他态度不一样了，是不是？他会 做一些转变，然后他每次他如果在慈济那回来用，那个心情他会特别好。他心情好，我们全家心情都好。这个很有趣。他以前呢，因为他把他所有的心力通通放在这个家庭里面，他是不是自己的压力很大？对他。真的，那时候我们是一个小家庭嘛，哈。那我本身也是做工的了，哈，也没赚多少钱。那他真俭呐，哦。那时候也有在帮他做衣服啊，他看那个书一看，他马上做出来。所以那时候有很多那个都来找他定制衣服。他看一下，他马上就可以做。贴补家用，他这一点是非常的。他有这个技术很不简单。技术很好，对不对？那可是他那个时候对于家庭的照顾、管教小孩，甚至于对于你来讲，他是不是会让你们压力很大？我是没有觉得压力，但是我小孩子可能有压力，因为都没有100分，都什么都要打。你难道都没有感受到他的压力吗？还是你在实在是太沉迷在你的娱乐里面了？我这边，他也让我无后顾之忧啦。对呀，说他家庭方面去做，那我就专心做工作上的事情。所以在家庭方面说的，那时候有时候看小孩子哈，不是躺着长大的。早上我差不多应该6点多哈，我就出门了，小孩子还在睡觉。对，回来的时候，小孩子也在睡觉，因为已经9点多10点多了。你的工作时间那么长哦？因为中间要加班，还有交通车，那中间中间要加班，还有交通车，有时候还要有应酬，因为那时候要交通车时间，所以说你看到玉馨师姐，她一个人要持家。他是很辛苦的，对不对？那但是现在呢，他比以前更忙啊。当然退休以后，我要开始自己要会煮东西啊，对不对？那然后还要练习哦。只有要自己煮东西哦。洗衣服，我现在想要怎么洗？因为我现在不会洗衣服。
那个洗衣机又不会用。你3C产品不是都会用吗？手机这么复杂。那个是电脑的不一样。手机这么多按钮你都会按，洗衣机就那几个按钮你不会哦。你比如说肥皂我用多少，水用多少，我都没用过啊。哦，所以你现在面啊，哦，真好命啊！所以你现在想要长大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学会照顾自己。对，生活先自理这样子。哦，那你学会照顾自己的话，那玉馨师姐是不是可以更放心去做？对，她就比较有时间来做。做自己。对。嗯，这样也不错啦，吼！阿德师兄以前看的满珠师姐是跟着你当小工，对对不对？那个一起在工地里面是甜甜蜜蜜的小工，那后来就一直陪着你，让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事业。是啊，那么满珠师姐的改变应该也很多吧？她改变的蛮大的。她从一开始出来到社会是很深色的。对哦，比较内向。他个性内向。对，是。那跟着我到处跑，那他适应这个外面的生活也是蛮困难的。对，因为你们接工程的话，就是居无定所嘛，就是工地在哪里住哪里嘛，其实很辛苦哎。辛苦也是蛮辛苦，但是过得是蛮快乐的。恩恩爱爱，对吧？对。然后你看，也给你生了三个孩子。对。那其实经济那时候经济压力也蛮大的。还好。他还挺着大肚子，还陪着你工作吗？他从一开始大肚子，我就叫他在家里休息了。休息。所以你看，他是个大哥哥，他真的是他的兄长一样的呵护着他。那后来你看着他跟着姐姐做瓷器。那么满足世界有什么样的改变？其实他做瓷器我是蛮赞成的。哦，你赞成？他有跟你讨论过？不用，因为不用。对，因为他我出去外面包工程，他自己在家里也是蛮无聊的。所以他姐姐要他去做瓷器，是蛮好一个活动。好。他回来会跟你分享吗？会，去救济啊。挖泥土啊！因为那个淹大水、土石流，然后要去帮人家疏通。对，这个他很内行嘛，所以你看见他，你看前年轻时候就在做这些，但是年纪大了到瓷器，他还是在做这些，但是你感受到他有不一样的快乐。有。其实真的夫妻两个人手牵手能够携手牵手啊，然后走这个人生的这个旅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们彼此都在他们的心中，对不对？他们在你的心里，你们也在他的心里。所以两位师姐他们有写爱的卡片要给你们哦，不知道在写什么，我们来请两位师姐进来好不好？哦，你看，来，站在林安的边啊，我们看看唔丢人哈。他们亲手写的哦。好，玉馨师姐先念。亲爱的钟荣师兄，希望你注重保养身体，不要只顾着工作，因为你是个工作狂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走进慈济的菩萨道。希望这天不要太远。这是很棒。那我们的钟荣师兄啊，也有写了卡片要给你。第二，玉馨姑娘，在人生旅途上，感谢您的协助，让我拥有一个平安幸福的家。谢谢你分享慈济行善付出的喜悦。只要你喜欢，永远支持你。功能不够，他说不够，你要进来才够啊。这个支持含义很广。好，我们都听到了。后面还有点点点。对，还有后续。好，然后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让满足师姐先说。好吧，你先说。阿德，感恩这些年来你对家庭的照顾与包容。我之前那个迁读的事，除了感恩还是很感恩。我希望你身体健康，
我们全家过着很幸福快乐的日子。阿东师兄，那你是写什么？我写满足师姐吼，对我厝的人真心的照顾，啊，因为照顾阮这边我阮囝，啊，佮照顾着阮南部一个爸爸，所以真用心在佮照顾，我较无烦恼，会当去向前冲，真感谢伊安尼这尼啊用心的付出。啊！伊伫做者，我看伊做了嘛，足快乐个啦。所以，即个希望伊会当继续安尼落去。哎呦，还有他最希望你跟他一起走菩萨道。然后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两朵花，要送给你可爱的老婆。然后你们一起来拍个幸福甜蜜的照吧，记得记得。嘿，然后我们来拍个全家福。哎呀，好美哦，快乐。阿伯要阿手把那个老婆抱住吗？哎，对没？哎呦，这样才甜蜜嘛。永远是你温暖的依靠，我愿伴你这一生携手到老，最深切的拥抱。就算日子有许多煎熬，我会陪你分担忧愁和烦恼，再回头一切都不再重要，一路上我有你真好。